哎，今天休息啊？没有，今天我下班早。买的桃啊？对呀。哎呀，妈在屋里歇着呢。哎，妈，妈出来吃水果了。哎。哎，妈咋的了，嗓子？哎呀，昨天呢，妈炸那个咸带鱼啊，结果太咸了，妞妞就吃了一口，完都不吃了，妈怕浪费了，就全给打扫了。然后呢？然后就齁着了。哎呀，你说妈这是何苦呢？这是。哎，你呀就不理解他们这代人，他们那代人呐就是怕浪费，不舍得扔东西，明白不？哎，正好我买这桃，今儿可多了，让妈吃吃润润嗓子呗。哎，你买了多少啊？买了7个。完了，你信不信这桃妈肯定不吃？妈为啥不吃啊？我发现你就不如我了解咱们妈。你拉倒吧，我是妈亲生闺女，我还能不比你了解她呀？那也不行，我是女婿，女婿的基本任务就是揣摩丈母娘。你拉倒吧你。哎，这么的，大姐夫啊，你敢不敢跟我打个赌？你说吧。等会儿妈如果不吃这个桃呢，那我就刷一个月的碗。你说话算数。行，我要是输了，我就刷一个月板。哎，不是大姐夫啊？啊？妈吃不吃这桃，好像你都得天天刷碗吧？是哈。你这样没事，我要是输了，我学个碗。那碗咋学啊？碗还不好学吗？你看，拉倒吧，你那学的不像，那碗里有东西。啥呀？有颗肉丸子。你别瞎说啊，回头让爸听见爸不高兴。跟爸有啥关系啊？爸小名就叫肉丸子。哎呀妈呀，谁这么打蛋敢给爸起外号啊？妈起的。别说起来，我去叫妈去。妈，妈出来吃水果了。哎，来了。来。哎呀，怎么这是啊？哎呀，妈你看看我买这桃好不好？哎呀啊，这大桃可真好啊。哎，我会买东西吧。那你看看谁生的姑娘啊。哎呀姑娘啊，这桃个个软软乎乎的哈。对呀，都熟透了，能不软乎吗？妈妈妈你吃一个。哎，都洗好了，你吃一个。吃一个。买几个呀？7个呀。吃。那啥，妈不吃了，你们吃吧。啊，哎，别别，你们吃吧。妈，你看你怎么不吃呢？你妈现在不愿意吃这软和东西了，不喜欢吃这个了。不是，妈，我记得您不是最喜欢吃软和桃吗？妈，那你吃一个。现在岁数大了，那个有点添毛病了，不爱吃软的了。妈，你吃吧。妈妈妈妈，我觉得你正好吧，那个不舒服嗓子，这桃你吃一个润嗓子。妈，别别别，妈你吃一个。妈你吃，妈吃。哎呀，对，老姑娘，妈想起来了，那冰箱里头上个礼拜还有好几个苹果呢。妈一会儿吃个苹果，吃个苹果啊。行。哎，你们吃吧。哎哎，妈，那你先回去歇会儿啊。哎哎，好啊。哎哎哎，你过来，怎么样，输没输？输了。别忘了啊，刷一个月码。啊？妈不吃这桃，我怎么感觉你还挺高兴似的呢？不是，我跟你说，你这方法有问题，你信不信？这个桃，你大姐夫要给妈吃，她肯定吃。我不信。那你还不相信？要这么着吧，啊，咱俩再打次赌。你说吧，如果妈等会儿能吃这个桃呢，那我就再多刷一个月的碗。你连着刷俩月吧。俩月。你说话算数。再说。行。你看你大姐夫的，你们这智商啊！我跟你说，来，小明，你咬一口。我咬什么呀？你快点咬一口，你快咬，咬。嗯，好了，妈，妈。哎，啥事儿啊？妈。啊。哎呀，你说这咋整啊，妈？哎，妈，你看，妈，你看这么好的桃啊，小米粒儿，吃了一口，人家不吃了啊。你看，妈，你坐，你看啊，他说了，说这个桃啊太甜，没有酸味儿，不符合他对桃的审美。你这咋整？我说小米粒儿啊，你不酸你还不吃，你还想吃啥呀你啊？啊？你呀，挎兜有俩钱，不知道咋嘚瑟了。妈，我那个……你别说话，你别说话，那么馋还好意思说话？妈，你看这小米粒，你咬这么一口，你别人也不好吃了。这样吧，咱扔了吧。拿回来。不，
败家的孩子们，你们不吃我吃。哎，妈妈妈，你这样吧，您给我，我把这桃掰开，完了我把里面那核给扔了。啊，核可不能扔，我屋里想个花盆呢，一会儿我把它种上。哦哦，好好好，慢点吃妈啊，哎，慢慢吃，慢慢吃。哎呀妈呀！街坊邻居们，我厉害不厉害？厉害。